这游戏好玩到我想卸载。今天发现这么一款免费的赛车游戏，竟然还有85%的好评。你们好奇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赛车游戏吗？我们去下载体验一下。哇，这游戏竟然高达惊人的 4.19G， 历时109秒，终于下载完成。进入游戏页面是英文的，但是难不到我这个高中没毕业。直接 New Game 新游戏。我的，这声音，窗口太小了，这游戏能全屏吗？哇，这游戏还能全屏。随后冒出来一堆英文，看我英文文直接开车了，我丢我丢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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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帅，差点就亮瞎我的，我人呢？我人怎么没了？看一下这个免费游戏，哎，怎么没声音啊？我懂了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这多省事。随后我一通乱跑。来到了一片鸟不尿尿的地方，发现两辆被撞废的车，随后我前去查看，他竟然给了我一个棺材，这我可以不要吗？紧接着另一边出现一辆神秘的车，这莫非就是杀戮场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来吧，棺材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我直接给你来一个第一魂技蛮牛冲。我再来，我直接来个第二魂技蛮牛魔神变。我再来再来再来，去你的。